Hello， 凤凰网时尚的朋友们，大家好，我是袁冰妍，很开心可以今天来参加精品店的活动。其实今天穿了一条黑色的长裙呢，比较优雅，然后呢搭配了迪奥玫瑰系列的一些珠宝，也是今年全新的 Couture 和 Boys de Rose 的系列，那都是今年全新面世的玫瑰篇章。有哎，因为其实虽然在拍戏，但是每天都会刷热搜、刷实时、刷一些就是我们中国健儿的一些就是实时情况，然后也很骄傲。这有刷屏，有被刷屏，但是我还没有抢到。其实没有特别的一个倾向，我觉得如果有一个就盲盒的话，我觉得可以带给大家更多不一样的角色。冬天，手机。润唇膏，差不多水，热水，保温杯热水。我觉得现在年轻一代的风貌是勇敢、坚强、正能量，看到他们有就是推动和引领整个社会，我们就是大家都会越来越好。